那个家伙在这里吧？今天你戴帽子，小心，在哪里？要不要脸啊？你刚刚说什么？把高中同学的老公抢了过来，害那个同学下落不明。你在做什么？我梦里好像是条人鱼的样子。小心，小心！只要把你丢进了水里，答案就揭晓了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到12点，《贝朵娜·粉钻瓶》《蓝色海洋的传说》。